Inside the Cinema。你好了吗？我操！我来自长城的喇叭玻璃被打个没伤。我好了，我好了，我好了，我好了。兄弟们！我操！等一下啊，换个号了哟。这个号又重发了，兄弟们。Ladies and gentlemen。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喂，可以听到吗，兄弟们？可以听到，兄弟们，大哥可以好吗？来了来了来了！哎，这 OBS 有问题，有时候好奇怪呀。来了来了，兄弟们，可以兄弟们就是搞笑，点关注三刷，当把有多赚的绝对高。双排，双排不了，兄弟们，呱呱已经走了，呱呱有事去了，呱呱有事去了，兄弟们，可惜，只能下次了。开满了，开满了。开盘了，开盘了，兄弟们！开播第一把，给兄弟们四把鸡啊，三把之雷逼死两把鸡，跳了，兄弟们说了算。好吧，等一下我把门关一下，我就关门了，不等一下吵到别人了。我关灯，关下门啊。Hello， 兄弟们。昨天打完了，昨天打完了。感谢猛力币的生物老师送的卡，谢谢大哥对猛力币的，谢谢我生物老师送的这张卡，谢谢老板对猛力币支持，谢谢大哥。大哥加一个人，他是减一个。感谢我哈士奇哥送的三张蓝水晶卡，感谢哈士奇哥对猛力币支持，谢谢。哈士奇哥加三个人头还是减三个？其实我都不用问哈士奇哥，哈士奇哥肯定是减三个的，好吧？怎么说？开播第一把最强的四把鸡，生物老师减一个 ，OK，Say goodbye， 要要。
不能体现不出我实力，加点吧。行，我哈士奇哥都这样说了，那必须安排啊。下一位，哎呀，这都挡我枪！播到凌晨四点，播到凌晨四点。凌晨两点，养老了，你以为是吧？我搁这养生是吧？凌晨两点。冬瓜天天说我矮，没啥用的啊。他自己心里是最清楚的，我猛力比到底有多高。就这样说吧，整个直播间的所有的主播里面，没有一个身高比我高的。当然不是说代表着说他们是不高，他们都是平均身高，但是我的身高是真的高。直播间都没有几个比我高的。来，把那四个字刷起来。今天开局这种感觉，我感觉。应该是稳技了，好吧。听着枪声没？没用的啊，这个小型 M4 有点像挂，不着急，慢慢来。挂比演都不演，到那怎么样？我某驴逼平生最喜欢杀的就是挂，你小挂逼在我面前，我轩轩，装什么啊？小小挂逼，你何当？你怎么敢如此？啊！你装什么东西？应该是个挂了啊！说这个110级，不用想了。你看，全程隔着墙看我视角。你看，这个时候知道我拿出来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他就知道我拿过来了，他就知道我在往右，往左边拿，往右边拿，看好啊，直接拿出来。哦，他看到我了。我操！一枪破口全中。开局就遇到两个挂，天哪！刚杀完一个挂，又来一个挂，这锁是真的太离谱了，锁到离谱，知道吗？这锁是真的离谱。这如果看不出来是锁子哥的话，兄弟们就太离谱了。我日你哥，今天怎么回事啊？开播又遇到挂，啊西吧！哎呀，挂太多了，兄弟们。可惜了，兄弟们。
这个卦把呱呱打破防了是吧？又是狙击的卦吗？又是专门狙击的吗？不理他，好吧，不理他，不要给他画面就行了，咱们不理他，好吧。我靠，这航线跳了呀！兄弟们，不要脸！这个航线豪宅皮卡都去不了，电厂也去不了，你们随便标，好吧，这把听你们的。第一把给兄弟们吃把鸡，上把这里被吃两把鸡啊！常规，看我表演，看我秀，二六八零 ，Let's go！ 直接三场杀！没有一个能打的，下一位。我这横刀立马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追我的思路，追我的秀啊！不要眨眼。没了吗？脸上只跳了一个是什么意思呀？我想着应该是十几个、20个嘞。可以提问的兄弟们，有什么想问的尽管问几问题好吗？还有58个人，还有58个人 ，Black 血血 ，Black 眼绿，还有58个人。我是弗兰阴阳人，兄弟，不要问了啊！
各位兄弟们，继续送游戏，点关注，参与抽奖，耶哈！哇靠！又是挂啊！玩不了了，现在这个游戏晚上玩不了了。你们看到没有？离不离谱？这全自动，这个距离这么远，我靠！就等着我出了。刚哥，明天下午去网吧咋样？可以啊，刚哥，不错。为了我美好的战斗，不演不演，没意思，真的没意思。我不知道怎么玩，没意思了已经。开播两把遇到两把挂，我不知道怎么玩这个游戏了。直接过来找我，你说恶心吗，兄弟们？他就想搞我，哇，不用想了，他就想搞我。我走不了了，我去拿这个车肯定就没了。不行，我想了一下，这个人还得死。哦，估计又是上把的光啊，不理他。别开始这种航线啊！我跟你们说，我这个教堂最少能堵到两队人，最少能上两队，不管你们信不信啊！哎呀妈，这三级甲，想要的时候一个没有啊！我叫猛牛逼，也叫大帅逼，在兄弟们心目中是真的非常的牛逼，要么都牛逼。斗鱼我第一，我说斗鱼我第二，没人输第一。我是真的强，我是真的秀，一切人呢在我面前都是小蝼蚁，一只手捏死，打死我叫爹，求求你们快点来搞死我。可以提问了，兄弟们，有什么想问的尽管问，尽管提啊！我是二级头啊，你们在刷啥呢？你们在，我这不就是二级头吗？来车了，熄火了。走这进圈呀，宝！
肯定走这边呀、啊，想啥呢？主播，我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是做直播的，好吧。我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游戏主播。我叫猛牛逼，也叫大帅逼，在兄弟们心目中是真的非常的牛逼。经典有枪声，估计是来错了。天哪！都不要进圈吗？不进圈试试。不着急，咱们要慢慢来，兄弟们。有点哈欠呀、啊，兄弟们总是感觉身上冒虚汗，全身无力，有知道这是什么情况的不？有点虚。两枪。我感觉我30发子弹不够打。不够打，是我高看他们了。妈的！我车去哪了？我车呢？等一下，我就跟你们解释一下啊，为什么我猛烈被带着这把喷子。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。没用的，把我打下来，我叫爹，当场叫爹。因为你是什么货色？一只蝼蚁，也敢在这里挑衅？一只蝼蚁！也敢试试、啊、呀哟哟哟 ！Everybody， 不就黑色？你们以为我这波是傻逼行为，不小心停进去的。这波是我故意安排的啊！
这样的话，别人就算看到车也不会觉得这里面有人，可能是不小心停了，然后人走了，懂吧？这都是细节。我们假装是不小心把车停那的，然后藏起来，来一堆杀一堆。没有什么理不理由的，我某驴逼玩这个游戏从来不找理由，好吗？欢迎我三三哥，莫老师看我2年了，能读第一次弹幕吗？当然可以了。跟各位兄弟们讲一下啊，各位老板，注意我这波操作为超细节啊，杰克兄弟们，开关没意思的，真的。就这个挂逼，110级，上把就是他杀的我吧？被挂狙击的话留狙啊，上把是他杀的我吗？我看一下他的皮肤啊，我忘记他的名字了，好像也是110级。这个雷估计就是他丢的，他知道我，你看他知道我在右边，他知道我在个墙角。这个雷就很奇怪，知道吧？正常人这个雷不可能这样丢的。哦呀，直接锁头，就硬锁啊，就是往头上锁呀，就是他是吧？就是他是吧？OK，牛局，从这把开始啊，牛局，从这把开始啊，算上这一把，只要遇到这个 ID 了就直接牛局，咱们什么都不用说，也不要去谴责他，也不要去说他什么的，好吧？咱们就当不存在就行了，兄弟不要去那个啊，直接牛局就行了。我说了，当这个雷进来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肯定有挂了，没办法。留局了，留局了，就是这个了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皮肤就是他，没关系啊。下一把，下一把，下一把。招我两把了，我想看看我一个晚上能死几把，好吧？没关系，反正留局。感谢我狼哥收了3张装备卡，感谢狼哥对我的支持，谢谢狼哥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。大哥加3个人头还是减3个，你说了算，好吧？加3个还是减3个？我加个人头啊，加个人头。加3个是吧？OK，没问题，加3个。唉。不能5杀17万，看不起我某牛逼，我不知道谁给你的勇气啊！
天不生我猛牛逼，斗鱼绝对不能进。我的蝼蚁也敢弑神，一只手捏死。左边兄弟们给我搜，把搜字给我打到公屏上，搜。说实话我没想到的，这是好吧，说实话我也没想到，这是我想不到的，太离谱了，今天开局不利，真的今天对不住兄弟们啊，迟到半个小时。本来我可以今天准时来的，但是有点事啊，有点事情要忙，然后迟到了半个小时，刚来，而且刚刚上一把是第一把，但是没想到遇到挂了，不算，好吧，重新来。开播第一把跟兄弟们吃把鸡啊，三把直接必死两把鸡，准备好了吗兄弟们，让我们杀起来。今天我的目标是三连击，因为今天状态还不错，争取给兄弟们来个四连击，好吧。一首 Hold My Way 送给大家，输了赢了不要紧啊兄弟们，下把给你们赢完了就完了。rap 界的一个泥石流也是泥石流，对吧？不管什么流都要做顶尖的流。感谢小鱼送的麦卡，感谢大哥对我的支持，谢谢大哥。大哥加一张麦卡还是减一个，你说了算，加一个人头还是减一个。感谢我哈士奇哥再次送的一张蓝水晶卡，感谢哈士奇哥对我的支持，谢谢大哥。怎么说，哈士奇哥加一还是减一？看一天丫丫比猛力比厉害多了，丫丫肯定很厉害，咱们直播间的主播都很厉害，但是我希望你也多看看猛力比，我也很强好吗，可能是你没看到我的精彩的地方。今天争取来个三连击啊，
现在不能。没问题哦，我还以为是狙击我的，我还以为那个狙击我的在里面呢，不在，看错了，看错了，看错了。这雷为什么炸不死人呢？我都不应该丢这个雷的，傻逼了！我没想到这帮逼这么猛。什么投资物都不丢，也不知道在门口看一下，直接往里面冲，什么流氓想法呀，西吧！哎呦，我真的太看得起他们了，知道吧？这一波，太看得起他们了。感谢好吧，送我走吧，送了十张麦卡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对某那边支持，谢谢大哥，大哥加十个人头还是减十个，你说了算。好吗？感谢大哥，加十个还是减十个？太可惜了。兄弟们，今天两杯七杯都三杯上线啊，过了十二点就没了，兄弟们，过了十二点就没有双杯卡了啊，最后一张双杯卡，七杯都买了满了，兄弟们今天一定记得拉满，好吧？开路钻石粉丝就能获得咱们直播间的专属包邮到家的玩偶，好吧？还能成为某力币的爹，永久当爹，当场叫爹，每天都可以叫你爹，好吧？而且有大力的推荐，在咱们直播间开路钻石粉丝性价比是最高的。大哥说了，加十个还是减十个没？兄弟，加十个还是减十个？我没有看到你的弹幕。再过两分钟，如果你还不说出来，那你这十张麦卡就作废了啊！加十个 ，OK。来，过来找我，过来贴我，看到没？就是有一个过来贴我，一帮流氓。感谢我张学友爹送的一架飞机，祝我张学友爹一柱擎天，天天向上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福禄在，寿比南山，虎年大吉，虎生威。祝我学友爹新的年越来越有钱，早日实现财富自由。感谢大哥，兄弟们，大吉如波。怎么说，张学友爹？加二十还是减二十？谢谢张学友爹，加十，感谢大哥，漂亮，恭喜我闲暇哥中了中了一个山水啊，恭喜闲暇哥。
帮弟弟也敢冲绳。哎呀，怎么不来找我呀？他们一定会来找我的。注意我这波怎么一串四啊，各位小老弟。你没了，兄弟。又是他，兄弟们，诛仙，诛仙了，兄弟们，诛仙了。就这就是挂逼吗？开挂的就这水平吗？有点想笑。完了，他们的挂格队友死了，他们不敢打了，只能怂了，可以理解。慢慢来嘛，中心点卡着嘛，我不动了，哎，我不动了，不动了。
下一位。我靠！啊？左边能上来的吗？啊？What the fuck？我靠！这个楼左边能上来的吗？哎，西班牙的 kiss 啊 kiss！下一把，兄弟们，落地钢枪没不死的啊，藏在后面这没不死写的下把成功。如果你觉得我这波死了是我的问题，那你们就是格局小了，大错特错，兄弟们，好吧。像我们这类型的主播，落地钢枪就没有不死的。懂吗？藏在后面这就没有不是写的。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敢主动出击，兄弟们主动出击不了，知道吗？你不确定对方是不是挂，现在挂太多了，咱们必须稳健一点。你根本就不知道对面是几个挂，懂吗？没办法，咱们只能猥琐发育，只能稳健的去打。如果按照以前的环境，我这一波早就直接嘎嘎乱杀了，冲过去，知道吗？不会像现在这样被动，我一直跟兄弟们提倡就是主动寻找机会，寻找突破口，要主动出击，去拉扯，去秀，知道吗？我不是一个原地等死的人，记住。你能看我2年直播，说明你眼光不错，兄弟，好吧，品味不错。觉得我不行的，好好看啊！看完这把，我忍不了了，既然每个人都在开，那我也开算了，不然这个游戏也玩不下去了。我需要那满屏的四个字啊，不需要我说的四个字。注意秀，注意微操，注意表演。Everygo，开门，卡视角，没人，往前顶，起点冲，皮大皮死，整满了吗？直接往前顶，听脚步，没脚步，着急，不要眨眼啊，兄弟们，先往上楼顶。
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我的细节，直接跳进去。往楼上冲，直接往楼上冲，不要停，这一波不要停，冲，冲，冲，妈的没血，我操没药，白闪，白闪，白闪，再练点吧，兄弟。不要以为觉得卡个玩个 TPP 卡个墙拿个喷子就不敌，遇到会玩的投掷物就能灌死你，知道吧？看到一个，教你们什么叫前置业酸狙啊！一箭头，两枪头，不堪一击，我不理解的是南东为什么不封呀，南东为什么不封呀，好奇怪呀，举报这么多次他还不封。不理解。哦，那一把杀了几个人呢？有一把。恭喜闲暇之余哥啊！恭喜我闲暇，恭喜那个山水啊！恭喜大哥，恭喜大哥啊！除了屁虫跳懒都行，兄弟们，你们不要脸我来杀，好吧？跳懒都行，给我不要脸，兄弟们，这把我要认真了。恭喜我闲闲哥中两个山水，看我闲闲哥能不能今天爆出个千年出来啊？昨天还是前天，好像是哈士奇大哥一发二十组的啊，二十组的小画家，起手就爆出了一个千年啊。还有一把没有加三人数啊，有一把已杀了一个的四个，
不好意思啊，今天开播就是一把鸡了，这就是猛力币的实力，你不服都不行。如果你没看到，兄弟们可能是来晚了啊，不好意思，有点遗憾，但是没关系。对于一个晚上能吃七八把鸡的主播来说，你们还可以看到很多的精彩秀。 摔死两个是什么鬼呀、啊？喂，隔壁楼有人能听我说话吗？兄弟，能听我说话吗？兄弟，可以吗？可以听我说话吗？ 高一打不了，咱们去打高二。 这我要被他杀了！哎呦，听错了，兄弟，你啊！ 你这686得练呐，兄弟！恭喜我咸鸭哥再中一个3岁啊！ 我跟你们说，这把枪不用拿红点啊！现在就给你们展示一下这把枪的全息有多么的夸张，准备好了吗？既然你敢来忙我，那你就做好自己的准备。
不好意思啊，你肯定觉得自己很秀，但是在我面前你秀不起来。狗友先加个战中两个山水，千年还没出，平台还没出。还没出，马上就要爆了。恭喜我闲暇哥中一个平台啊，恭喜大哥。做找助理领取超级神秘福利啊，闲暇哥，千年估计快出了，这个平台终于出了，千年应该差不多，也估摸着就是一手两手的事了啊，就看今天这个千年，第一个千年是哪个老板能中到。一把酸去在这里装疯卖傻，我拿这雷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强啊？好，我靠，这个82级感觉也像个挂呀。不开玩笑，这个82级也像个瓜，兄弟们，我理解不了，好离谱呀！血都不打了，我靠！挂逼，全都是挂，换个号。换个号，这个号玩不了。被挂狙击不说，还遇到这么多挂，怎么玩嘛？对吧？好不容易没遇到那个狙击我的，然后又遇到别的挂，怎么玩？玩的没啥意思，兄弟们。换个号，换个号，全都是挂。从今天我开播第一把到现在，只有一把没有遇到挂，只有一把没遇到挂，全都是挂，理解不了。真的，等一下，兄弟们，等我上号强势回归，好吧？打不过就算人家是挂，对。打不过就是人家是挂，我说他是挂，就是他就一定是挂，兄弟，你不用跟我争辩啊！我不知道你是故意的还是咋的啊？还是你是真不懂，看不出来，还是假装故意想这样气我？但是我跟你说没用，好吧？我说他是挂，他就一定是挂。看不出来不怪你，好吧？你可以多看看某力币直播。等你多看点啊，多看几把，学学某力币的操作，你就知道了。
挂壁虐我千百遍，我在挂壁如初恋。兄弟们表演，就拿你们说了算，你们表演我的手。三把直接变成两把金，上手比甲我不太记得了。主力还是来走，感谢我学校刚送的小花脚啊，刚出一个平台，兄弟们现在爆点非常高啊，这个千年很有可能连出平台，也可能还会出个，可能会直接出个千年啊，就看哪个老板能把这个千年爆出来。Yo, everybody, put your hands up, everybody, let's get, check my butt, cap. 只要没挂，我天下无敌。哎呀妈呀，这大逼使用的，哎呀妈呀！真牛逼，有我当年的风范啊。外面来了一个人，我听到了。哦，这大菠萝不是个挂吧？这个大菠萝这么屌吗？估计是个同行，这个大菠萝不是单势就是挂，好吧，估计是个单势，太狠了，我靠。哎呀妈呀，这大菠萝真牛逼，这个人，哇，这个币太牛逼了，又杀一堆，刚杀完一堆陆地又杀一堆。最后的细节啊，我脸上有一个，不开玩笑。卡的兄弟们换一下节点啊，或者开去，或者是那个原话啊，调整原话。恭喜我咸鸭哥再中，
哎呀，这人都被抢了，我靠！攻球悬崖哥，再中三个山水。我的字体不应该被挡住右上角巨大树呀。 交枪不杀，我靠，太膨胀了！交枪不杀，交枪不杀，兄弟，聊天聊天，交枪不杀，兄弟，告诉我吧，我不想活了。交枪不杀，告诉我，告诉我叫你，叫你的告诉我，我叫你爹，好吧？是吗？是不是？跪着给你填饺子的都行。 是不是？对，我就是三楼来上的高手，不是我装备什么的，好吧？不是我膨胀，就我觉得我们之间差距还是有的，好吧？但凡你们三楼能高手来，我跪着舔你们脚趾头，叫你们爹，就这么自信，懂吗？你知道为啥不？啊，你想知道原因不？你是挂 ？No， 因为你们所有的这些玩家在我眼里都是蝼蚁，知道吗？我一只手指头就能捏死，懂吗？ 你他妈别说话了，上来搞我！你这个逼话怎么这么多呢？你不服上来搞我就这么简单，好吧？我他妈这，我他妈围墙这儿有一个，我先给这个整死了，我再上去找你。行行行，我看你怎么整死啊！哎呦妈呀，少些人！啊，兄弟！ 整死没兄弟？<笑>他还想整死别人，<笑>被我整死了。楼下兄弟能听我说话吗？兄弟，喂，恭喜我咸鸭哥中了五个山水啊！哎呀妈，这千年真难出啊，这千年还不出。哎，兄弟，能听我吗？ 靠，就有点过分了吧？我五颗闪呀，四个雷，三个雷，南白楼都不打他，为什么呀？不可能啊！ 那不都跟那对的吧？什么意思呀？ 天哪，理解不了，兄弟们，理解不了。哦，理解不了啊！哎呀，啊！ 老六啊！恭喜我闲侠哥中了九个山水，哎呀妈呀，九个山水都出了呀！千年去哪了呀？千年还不出吗？还不出千年又要出平南了西吧？ 加一个三人数啊！
还好今天这个目标不多，知道吧？不然今天太难了，下不了播了。上吧，我杀几个来着？上吧，兄弟们。哎，刚刚我杀了几个呀？我杀了几个来着？剩两个吧。我刚来，什么播了一个多小时了？我刚来呀。上一把是第一把，我刚来刚来刚来，放心啊，怎么可能一个多小时杀五个？不可能的，刚打了一把而已。第一把吃鸡了，四杀吃鸡，第二把刚刚杀了一个，一鸡一盒，再吃把鸡吧，好吧，反正还是老规矩吧，三把之内必死两把鸡嘛，还有一把的机会，差不多杀就完了，压力不大啊，无所谓的。红叶爹，你先看看我今天有没有坐车的机会，好吧？等我有坐车的机会再说。你那首歌我忘记，你那首歌我忘记去听了，我忘记去听了，我忘了，我靠，我忘了，对不住，红叶爹。我昨天下播下的早，忘了一下就。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是冰猫啊？蒙牛逼不爽起来，你当我是 Hello Kitty 呀？戴这个花骨还是戴这个帽子？兄弟们说了算。有什么想问的尽管问，尽管提啊！问答环节，小小单色想跟我打还得练，好吧？单色没几个能活在我的枪下的。感谢我孟哥啊送的小花匠大气。感谢亲爱的周送的这么感谢大哥，感谢我周老板啊，大哥加一个人头还是减一个你说了算，没压力啊，这个游戏就是如此的简单。吃鸡办卡，要求能不能高一点？说实话，吃鸡太简单了吧。减一是吗？好嘞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兄弟啊，谢谢老板，那就减一个。刚刚只是被挂打的有点失去了章法，但是我现在反过神来了，我将给他们好看，让他什么知道什么叫做王法。
去问吧，兄弟们。双狙还是连狙？都说双狙，那就玩。哦，都说连狙啊，那就玩连狙吧。都没有啊，我的猛男枪没有握把，有点难顶。没吃坏吗？生一个蚊子一样，你确定吗？兄弟们 ，Let's go， 全力起立。把口号给我刷起来。战歌一响，黄金万两，我有来出征，寸草不生。猛男执法，兄弟们，呜呼！嘟嘟嘟嘟嘟啊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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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啊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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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下眼圈给我打在胳膊上面，我的执法下卷是什么嘞？不敢撒娇，不敢撒这个辣，不敢不敢撒，这把技送给大家，没有输上半次街，跟我微笑看我笑，我的 body。Let's go， 不够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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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本格杀给我，打到隔壁山，来提升他的 gentleman， 呀呼，呀呼，呀呼呼，第一波猛的话，第二波猛的话，第三波猛的话，第四波给我打到隔壁山。刚枪没不死的啊，参照位置没不写的下马成灰。等一下，换个好听的歌，来首《头文字 T》。没办法，运气不行。一般情况下，一般的平常这个点都没人的，这个防区，没办法，运气不行。如果只有一个人还行，四个人都在这，那没办法了。运气差了一点点。不要问我行不行，不要问我能不能杀，不要问我能不能吃鸡。好看好学啊！恭喜哈士奇哥中个山水啊！跳了，兄弟们说了算，除了劈成跳了都行，不要脸吧啊！没什么好解释的，钢枪都有死亡，理解兄弟们。在路上过过的自己，站在片外飘逸，站在觉得飘逸。人间的自己，哟哟 ，Everybody Let's go， 哟、yeah ，兄弟们，哟、yeah ，如果觉得某力兵打得不错，喜欢某力兵，想跟某力兵一起玩游戏的，可以加一下左上角助理微信啊，左上角助理微信帮傻零零六，备注某力兵或者猛男，加入某力兵的粉丝群了啊。
我在群里面叫妈闹，可以加我私人微信找我打游戏，可以跟我陪我，可以跟我唠嗑都可以啊。一定要记得备注。欢迎平淡点。如果我足够迟钝，你激动来帮我洗车。我哪来选歌？咋不？太多？手法。这个啊，恶过的自己站在窗外飘逸。Gotta go yo， 不能五杀七万多，可以五杀四万多，四万多兄弟们给我收，全部给我笑呵呵，把消脂给我打起来，让瑞贝去看看什么就是压力。凭什么压右边？理解不了。落地三级甲，游戏结束一大半。再拿把喷子，游戏直接结束。三级甲都有了，喷子指日可待。只要再来个喷子，游戏结束。现在游戏已经结束一半了啊！你不用太惊讶，你可以让你爸爸给你买了 GTR。啥都不想说了，太肥了，直接满配维克托，这不比喷子香吗，兄弟？这甲怎么都是一模一样的地方呀？我真的好肥着呢，特别肥。哎呦，看我来晚了一步呀，我刚看到他，我靠，一二三四五，我来这里，我的声音不够大吗？我声音很大了呀。追我的思路，追我的秀，楼上有一个人，看我怎么操作。上去。我来这里，喂，能听我说话吗？楼下的，楼下的有人可以听我说话吗？
兄弟，刚来的这兄弟能称上吗？不服来告诉我，来二楼告诉我。什么枪呀、啊？这个别太聪明了，他知道我要从那个二楼阳台中雷，他现在跑走了，挺聪明的。来二楼告诉我，弟弟们，楼下的弟弟来二楼告诉我，来，告诉我叫爹，来二楼告诉我，下楼下的弟弟，来二楼告诉我，来，你们只要能二楼告诉我，你们就牛逼，好吧？欢迎龙猛哥，对，我在二楼，我在二楼，来二楼告诉我。我没雷了吗？都好狗啊，这些人。这个游戏玩不明白了，说实话，兄弟们，有点奇怪，真玩不明白了，怎么会有这么多怪呀？啊，你就给他看，333级，我都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会在这，这全自动的，你看这猛男枪都不需要压枪的，我靠，杀完人之后自动抬枪。我理解不了这水平不去打职业，我在这里打游戏，我靠，哇，理解不了，理解不了。哎，呱呱他们玩没有遇到挂吗？晚上挂怎么会这么多呀？不是这大半夜的怎么玩游戏呀？这么多挂，我不知道怎么玩了，兄弟们，这挂太多了呀。哎呦，哎，没办法，好吧，兄弟们。咱们是干这一行的，要比正常的玩家又有心理素质要高很多，好吧？其实这都无所谓，其实我被刮痧了，我一点都不伤心，不难过，不生气，我只是心疼兄弟们的鱼丸，特别是压左边的兄弟们，这么消息抹裂逼，对吧？左边把拉满，
但是宝贝被挂伤，然后导致左边系统把输了一万，我也很心痛。我觉得输的一点都不公平，好吧？太难受了，对左边兄弟们来说是真难受。哇，太离谱了！来首这个歌吧，治愈一下兄弟们的心，好吧？左边兄弟们，还是那句话，你可以相信猛牛逼，但是你不能相信遇到挂的猛牛逼。遇到挂的猛牛逼，九死一生，真的。不怕挂，就怕挂还是老六，知道吗？这是最离谱的。主要是你前期不知道别人是挂的，知道吧？为什么打不过挂呢？因为你前期不知道他是挂。你看我每次某那边，当我知道前期他是挂的情况下，我杀过多少次挂，你们心里有个数啊。只要我前期知道他是挂。像这种挂开锁就算了，还当个老六，躲在他后面，我靠，这谁不打呀？小二逼，折磨，疯狂折磨。欢迎竹哥。还是那句话啊。只要没挂，我不敌。算了，问你们也白问了，还是要靠自己啊。我理解不了的是，兄弟们为什么明明知道我是被刮痧的，还在这里质疑我的技术，质疑我的水平，这是我最理解不了的。有些观众，你说如果我是遇到正常人了，我的枪马了，因为自己的原因导致的死，你说我，对吧？没问题，但是这我是理解不了的，唉。这里还说我的问题，那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今天我将从头杀到尾，从这一把开始，我将杀穿一切。喂，有人可以听到我说话吗？Hello，有人可以听我说话吗？一枪死，直接嘛。三楼，可以救，他在三楼。
好看好学啊！没有挂的情况下，我猛力币是怎么杀的？脑瘤真多！是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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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梦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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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用狙击，不用狙击我，千万别狙击我，会被举报的。谁敢？谁敢？妈，帮上弄死帮上！好兄弟，好吧，都是哥们，我知道你热爱猛牛逼。梦弟，我在外面呢。OK， 我不打你，你走吧，走吧。我不想走，我想跟着你走。咱们决赛圈见，好吧？你跟我合个影也行。那决赛圈见吧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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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狙击兄弟们，不要狙击，因为非但如果你狙击我的话，不管你是多热爱猛牛逼，兄弟们，你想跟猛牛逼碰一面可以啊，你可碰一面对吧，然后再走，搜一下，我搜一下就走了啊，但千万不要来就是想了就想跟猛牛逼排在一块呀，想来看看猛牛逼，不管你是好心还是不好心的，知道吧，会被那些不法那些啊那些非分之想那些玩观众，知道吧？会让他们会利用这个去攻抨击你，懂吗，兄弟们？可以提问了啊！有什么想问的，请问，请问提，好吧？可能这一把将是今天晚上杀的最多的一把了，可以第一把开始啊！今天晚上估计这一把能破个记录的，看能不能一把直接来个二十杀啊！给你们看看没有挂的情况下我是怎么杀的啊！不要说那些有的没的，被挂杀了就被挂杀了，下一把就完事了。如果你看了我亲眼看到我被挂杀了，你还要抨击我猛牛逼，那我觉得不合适，好吧？那我就证明给你看，没有挂的情况下猛牛逼是怎么秀的，怎么杀的，好吧？这个爆炸了。行了，太穷了。有看到什么762的猛男枪或者是 ACE 吗，兄弟们？帮我回一下，哪里有762和 ACE？ 没有看到步枪。找死的来了，兄弟们！五杀直接收，八杀准备就绪啊！这个队以为自己很优秀。哦哟，好刚好刚，直接就莽过来了。感谢兄弟啊，帮猛力币做的嫁衣。来，兄弟们，把那四个字给我刷起来。那四个字我不想多逼逼啊。没有挂的猛牛逼，势不可挡。
谁有啊？我吓一跳了。出去，你出去，你出去！OK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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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走了，我走了。我说的差不多了。我还没有多的车啊，兄弟。没挂的时候啊，我将杀穿一切。我猛牛逼不是一个喜欢装备的人，也不是一个吹牛逼的人。我这个人说到做到，只要是我想做的事，就没有我做不到的。 就像接下来这辆吉普车一样，他的了吧？他的结果，他的结局，你们马上就会知晓。战歌一响，王七万两，古来苏州，寸草不生，猛来执法，兄弟们，不喝！ 对对对，下眼卷给我打在胳膊下面，我的执法下卷是什么呢？不够杀，绝不够杀，这个烂，不够不够杀，这把局输给大家，没有师傅上半次见，根本没招看我行。幺六八零 ，Let's go。 就这，停了。 提问吧，兄弟们，有什么想问的就敢问就敢提啊！还有这屌喵骂我嘞，好了，捡个头去那个屌毛，估计是个玩蛋似的。他刚刚想追我一臂咋的，我也可以一臂砸他，但是我当时第一背包是拿的喷子，切枪的第一时间还要换枪，我肯定是打不过他的，所以没想跟他打，不然他已经死了。他很自信，他觉得他无敌。 但如果刚果我起杀心，他就死了。为什么唱歌这么难听？在这个直播间，从来没有人说我唱歌难听过啊！你是第一个，也会是最后一个，兄弟。你可以说我技术不行，是我菜什么的，你不能说我唱歌不行。欢迎意识啊，欢迎意识。意识就是小家吧，我记得。 你问我为什么叫母牛逼，我不叫母牛逼啊，我叫猛牛逼，兄弟。感谢小佳送了三个水晶钻戒，一个马车，好吗？一个飞车。 感谢，大谢，大谢。一号点还是第一号点，他娘的，本来想去一号点的。恭喜小佳中了一个，中两个山水，我靠，连中两个山水，我靠，可以啊！
恭喜小娇中三个山水啊！能不能报个前点出来？来个前点看看。高质量酒啊！还有28个。我教你们这波怎么搞，就堵着。无敌，可以上楼顶，但没必要。这波没必要上楼顶，其实上了楼顶你出下不来，你知道吧？就没机会下去了，还是不上楼顶了。把窗户门全部关好，制造一种不在场的证明。然后就卡这个位置，就卡这个位置。来了人的之后，嘟嘟嘟嘟嘟嘟。嘟嘟 shake back， 这把枪刷脸，刷脸上了。全部都是细节，先把窗户全部打碎，等一下跳窗的话就不会有声音，懂吗？猛牛逼，我知道你是谁，你是我之前一直很喜欢的一个主播，名字跟 Run 有点相似，不是啊，你认错了兄弟，你认错人了。中心点。这把机油了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把机油猛牛逼收下。各位看官，请分听数说。这把吃鸡了，扣一的一人占满卡，如果没吃鸡，扣一的都是我爹。要参与的兄弟们扣个一，大厂叫爹。口嗨勿扰，如果一张满卡都要口嗨，你只要口嗨了一次，我就再也不会再叫你的名字。就下次玩游戏的时候打赌，我再也不会叫你的名字，好吧？希望兄弟们这个东西怎么说呢，就互相成就，好吧？你信任我，我信任你。我是上帝，可乐个药，青山波，可乐个药，烟筒，可乐个药，冰可乐最好喝，可乐个药，猛男的钢毛，可乐个药。我的名字是三笔，可乐个药。主播帅，要你们说，可乐个药，半渡，可乐个药，七海，可乐个药。OK， 小坑曼，可乐个药，七七一八，可乐个药，疯狂原谅，可乐个药，瓜老六，可乐个药。感谢幺九二送的玛卡，感谢大哥对我们的指导性的啊！谢谢大哥，大哥加一个人头还是减一个？梦神不以梦游，可乐个药，阴被子，可乐个药。我给朱老师，可乐个药。蒙牛哥，可乐个药。我在春熙放牛，可乐个药。什么名字啊？都是。还有 GZ 啊，可乐个药。灵活入洞，可乐个药。他们打的架都跟我一点关系没有，咱们这个装备就只能守防区，注定的要守防区，知道吗？杀一堆，木溜溜扣了个一，万物落本空扣了个一，欢迎 K 宝 ，K 宝晚上好啊 ，K 宝 ，K 宝是来升亲密度的吧 ？K 宝，新的一天了，兄弟们，我把这个弄掉，兄弟们，新的一天更啊，新的一天了，兄弟们，日榜更新了啊。日榜更新了，现在开始只需要一张麦卡就能上日榜了啊！前面都没拿满的兄弟们，一定记得拿满，把你们背包里面的荧光棒一定要记得清空，看一下你们的背包好吗？新人线的兄弟们，粉丝牌可升级了啊！中中中！希望我念到名字的兄弟们啊，信守承诺；没有念到名字的兄弟们，自觉一点。都不容易。
16级粉丝牌有啥福利吗？这个不太清楚。下一位。 又来一队，这把吃鸡最少加40个人头，你们看着办啊！ 是研究生啊，是我，我叫猛牛逼，也叫大帅逼，在你们心目中是真的很牛逼，你不服可以来试试，那么看看猛牛逼的有多牛逼。